那个男生是个渣男，以前还好，后来有了点名气，现在开始各种花女生。告诉你，我们是正常恋爱分手。人渣，人渣，动手了！你。 不怕我喜欢你的声音多过喜欢你这个人吗？你喜欢我哪一部分？不都是在喜欢我吗？喜欢声音也没什么不好啊，总好过没有任何地方吸引你吧。